咪零一第三章第一个部分静心时间第一题点出上钟十号二十楼上钟上面的中间好我们现在点这一格第一格上钟轻轻的，好歪了哈、哦，所以你如果点的时候要削尖一点，啊、不然就会容易点不准，看不准哈、哦。所以这个歪很多，老师重新点。嗯，应该在这里。好，也不用点太大哈、哦，现在放大了。好，现场写的，点完这一个就给老师看喽。好。你要怎么决定说你有没有正确？你要看一下眼睛，雷射眼，小 baby， 小杰，哎，啊，老师扫心啊，小杰，小杰，小杰，眼睛扫下来，啊，公平，好，拿去给老师看，好，网络的进行下一题，右边这一格也是上钟，上钟啊。好，看一下，眼睛扫下来，这一块跟这一块有没有一样大块呢？好，有。好，完成第一题的部分。好，静心时间的部分呢，我们都是要先点两题，所以两题之后两个都对了，现场教学的老师会打勾，就会有奖励。网络教学的继续，我们来看第二题，点出左钟。左钟左边的中间零号十楼我们来看左钟好差不多好就这样子好接下来、现场写先给老师看有没有正确好正确之后我们再来做第二题好我来看一下，这样看不准，要整块看。还有，老师要站起来看一下哈、哦，因为坐着看跟站着看不是很准，嗯，偏低嘛，也还好，可以哈、哦。好，这样两题就做完了。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有没有点对。好，现场教学如果对了，老师会打勾，做完都正确了。才可以进行第三题，点出中心点十号十楼中心点。好，我们来点第三题中心点，哈、哦，要顾上哎左右上下有没有平均。好，应该是正确，我们看左右，嗯，平均。上下平均好棒棒好现场写的点完这一个先给老师看看好我们再来点第二个好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正确哈好这样点完之后也是拿给老师看哦好，老师看答对了就打勾。那网络教学的就要把这整页上面的部分拍起来哈。好，这是第三章第一个部分，介绍到这里。